都你画的吗？对，那个是我设计的。优秀。我们挑战，反正等里面吃饭。你在装的对不对？哎，很痛啊！痛啊！你一脚没吃饭吗？痛，我没有这样子。你讲啊！不要啊，大佬！这样。这个是左右为难的概念，我变流汗了。左右为难。今年的端午连假，我们去绿岛潜水旅行，待了四天三夜，不包括礼拜五夜冲，从台中开车到台东富冈渔港同和停车场。停车场老板人很好，让我们暂时车速不能几小时。直到礼拜六天一亮，我们的人员陆续抵达，并把车停好。我们依照指示来到售票区领票，因为是廉价关系，放眼望去满满的人潮，几乎快没有站的地方，就是如此的拥挤。因为王希，因为上面有名字。我们都没有呢。他的狗对我很有兴趣，他还有一个警卫在那边帮我。对，他都好，而且旁边还有那个孩子。确认我屁眼，他闻过了。OK， 好排队吗？先过去排队啊。我好好一张大人队的。我昨天经过达人全家，我笑到喷掉。早早多留。我们订的船班是上午九点。在船尚未抵达前，一行人从售票处移到登船处。原先我们这团就有九人，再加上凯伦表弟有五人，这次共有14人会前往绿岛。又是阳光普照，好热，然后没擦防晒的，等一下热死你。啊，要去登船，其实是九点的船，现在才八点半。我们在绿岛包了一栋民宿，民宿稍后影片就会介绍到。我们主要的活动是自潜与水费，水费一天下两只，共两天。除了玩水外，我们还走了几个绿岛的景点。那先进去占位置，你说占位置吗？当时明显的感受到气温真的很热。静止不动时，你身上的汗会不自主从衣服渗透出来。好在搭船的船舱有冷气，要不然坐我旁边会晕船的你是原地登出，昏昏体。搭船到绿岛大约要50分钟。当大家选好自己的位置坐下后，过没多久，我周遭身旁的友人纷纷都进入了梦乡。其实这是有迹可循的，因为大家各自开车前往台东，最累莫过于全神贯注开车。我们最远的是从台北出发，船出发时的海况还不错，没有上上下下摇晃。下船吗？抵达绿岛，离开码头，我们来到租摩托车的店家取车。这次我们的行李跟上一次比少了很多，而且住宿的位置也比上一次近。上一次我们住在紫坪露营区，骑车也要十来分钟。这一次选在绿岛最热闹的大街上，三分钟就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就是前面这边是营业空间，然后因为还没有整理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进来之后，前面这个门我们就会关起来的。那我们进出都会从我们家的后门，那后门怎么走，等一下会就是最后会跟你们说。然后等一下你们进来之后就帮我脱鞋，因为我们里面是脱鞋的空间。OK， 然后如果你们是从后门进出的话，到时候你们的拖鞋啊什么都可以放在后门。那如果你们有布鞋什么的，你觉得这两天都不会穿到，可以放在这边的鞋柜，就是 OK。那机车停那个红线就 OK 了，可以可以，就是你们机车停我们家这个店面的前面，然后跟隔壁店的前面都可以，因为廉价的游客比较多，有时候客人会乱停，甚至吃饭客人啊什么的，
你可以回来发现，哎，怎么前面满了？那隔壁店也可以停。反正这两边都是。所以红线是不会被执法。因为我们这边是 OK 的，应该不会被执法。他画线画。这个红线其实是假的。也不是假的，是因为他画线画太进来了。以前的红线是比较外面的。对对对， okay, 所以反正这边都 OK， 都是我们的位置，都是可以停的。对，就不用担心。然后反正就是这边隔壁都可以停，你可以自己移动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你们就先进来，我先跟你们简单介绍。举手啊！好，那就是抽烟 OK， 但是抽烟请在户外。对，就是我们去管是禁烟的。这边算户外吗？这边不算。好，所以我们往那边才算。下面走。要这样，要在外面。好，那个楼下外面才算户外。在外面，然后是你们在一楼外面都可以，但是我是在场里就可以，包括阳台就请不要抽烟。OK， 好，然后还有什么要提醒？如果你们离开房间的话，请帮我们关那个冷气，冷气一定要记得关。好。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你们自己现在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隔壁店可以找到我们，或是我们小帮手在这边都可以找他，都可以问他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他。OK， 好，然后那等一下你们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准备下水了，然后我们会再打扫，
确认房间都 OK， 晚一点你们回来就可以进房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好的，拜拜。哦，就是长这样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我们哦，所以是长廊哦。Hello， 嗨。啊，这是要睡还是要留？问他。我们可以关掉吗？下面好回事啊，这样子也可以。我们有可可又在我伴手礼买了7000多块，谢谢微微。大富呢？啊，来点喝啊呢，玫瑰干呀。大富呢？这是什么？燕窝。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就是帮我，就是用公锅炒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你们要做个普通的吗？很舒服的地方。先不要再了。等一下坐海盗船回家咯。感觉今年是很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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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今年没有，还有三个是方便的。好了，赶快开啊！赶快走啊！如果还没走的话，我们要就可以再住一天了，让我们去来吧。好呀。然后从里面拍。好，进来讲。是不肉吗？不肉妹。不肉妹。然后叫我们拍了。我刚刚看到不肉妹，对，不肉妹。来，靠近。好，对，我在刚分这里。好的，我没有，我没做。你好，你突然播一下那个我老板的话吗？老板，我镜头说点话嘛。学弟，飞过来，快来哦！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，光碧叔叔，还有棒棒叔叔，宣传宣传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惠顾，下次再来。好，我们家的他说我们是住子坪，所以我们要走。是哦。对啊，就露营区啊。对，这边。而且你现在有做那个影片，我有去看，好有趣哦。你就下船，然后一直直走，经过那个厕所，然后再走几步路，你做的对不对？然后，我们是四月来的啦，所以也一年了。对啊，开心。我帮他做个小那个记录，跟他聊聊天。你要摇滚区哦。我们终于来到绿岛了。耶！耶！我觉得你不会吐，因为你没吃早餐，你有优势。但是你要远离这三个，因为他们吐的还很丰盛，而且是一整个还没消化的。我们还会在你快要吐的时候有。所以你要远离他们三个。啊，我没有吃哎，反正我等一下上去我要先睡了。胖胖，胖胖，好棒。对，胖胖。你让人家在哦、喔，没有，他说因为我真的没有绅士风度，这么大只，对嘛？那你有轻轻扶住他的腰吗？没有，那有 gentleman， 哇，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效了，没手啊，没人带我，大金刚，对，过去，过去。
看他不会放弃保守了。他回去的，你想法很热，很热。现在这样，现在你待几天？我来了四天三夜。那你这四天三夜干嘛？潜水，然后环岛，环岛潜水，对，环绿岛。有吃到什么美食吗？有吃肉，吃了什么？吃了汉堡，吃了面店的那个饭。你怎么没有说去吃河菜很吓人啊？对，河菜齁，对，突然想起来河菜，他那个浪况我已经开始吃了。浪况，浪况，今天浪况听说是做海盗船等级的。啊，对了，我没有潜，但是潜不下去，潜不下去已经没救，对不对？都还给老师了，那也没办法，自己其实玩水啊，因为回晕船，所以比较困难。那潜水不会吗？因为潜水你潜下去之后就不是在浪的表面，那可是有时候你自潜的话，大部分时间还是浮在表面，你下去的时间也是有限的。那你喜欢岸潜还是船潜？100% 是船潜。来，你看看你的站力很累，然后看你手好了吗？零，你靠近一点。他没有比中指哦，中指哦，中指，中指，中指。他按前两次，憋了两次，对，因为第一次是气瓶太重，很久没做中距，那个深蹲整个不行。哪有？真的？那你今天背这个如何？轻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觉得哦，好背好重，好背好重，对，还是穿前好，还是穿前好。然后还有那些洗装备、组装装备，真的很累。对对对，那有复习到吗？有复习到，可是如果说。下次我们又出去，又被人家惯坏的话，还是一样。被谁惯坏？被东南亚的前店们惯坏。啊，那你可以要求啊，说我自己煮啊，我自己弄，我自己洗啊。我们通常去东南亚行程更超，你会有很超吗？你不超吗？嗯，会很超吗？每次出去都是病，是吗？没有吧？好，那你下一个点要去哪里？好，我们下一个点要去。加拿大落基山脉啊，对，落基山脉，所以平常都在训练。又要跟大家说再见，感谢你收看到最后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随时就能收到我们的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